山，飞越丛林。台商了，整天台商了。冯静浩、翟穗浩、孔启浩，只要一分半，就能在空中翱翔680公尺，鸟瞰大陆唯一位在北纬18度的热带雨林区。这儿负离子特别丰富，非常洗肺，洗肺。对，北京全是霾。北方游客暂别肺腑之忧，首度飞往海南岛，亲自体验神秘雨林跟瀑布。要去哪里喽？他们穿上草鞋，当起原住民，踏着瀑布逆流溯溪。这个事情必须亲自体验呀，看着有什么意思？那你穿草鞋，这男生平常少穿草鞋吧？没穿过啊，然后穿了以后觉得挺舒服啊。再深入一点，更会发现热带雨林的宝藏无所不在。它的茎、叶、花都可以入药，但其实最重要，你口腔溃疡的时候。啊，对，好的，以前我们平时说那个三七什么什么什么的，就是这个东西做的吗？对，就是这个做的吗？对，正是这样的稀有雨林独特体验，每年吸引约230万人次游客，年营收高达4亿人民币，约20亿台币。走到步道中间呢，你可能突然会看到这里怎么卡了一棵树，不要以为它设计不良，其实你往下看，这里刻意挖出了一个洞，让它能够自然生长。园方为了保护这片热带雨林区，几乎不砍任何一棵树。海南以行动证明，永续经营没有想象那么难。记者李月芳、陈建安，海南采访报道。